看看 Zack 有没有劈腿。哎、欸、，Zack， 好久不见了，对不起，最近感冒，所以没办法一直陪你。干嘛声音那么悲伤？哦，没有啊，我喉咙痛，应该吧。哦，那你既然感冒，你要不要早点回家休息？好吧，那有空再约哦。好好。拜拜。跟校花在一起还不满足，整天在那边拈花惹草，我一定要赶快跟 Nora 讲。哎呦，我最近跟 Nora 走得很近哦，关系什么时候变这么好了？有吗？我们就平常玩的互动啊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啦、啊。哪有？明明就很不一样。该怎么说呢？啊，暧昧让人受尽委屈。你们有事吗？我们普通朋友。最好的朋友哎、欸，哪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对啊，更何况你喜欢他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这件事我们早就知道了。对啊，而且他心有在这边，你在否认什么？什么？居民喜欢我？怎么可能？什么居民喜欢我？你在说什么？干嘛用第三人称来讲我自己？啊，没有，讲错了，讲错了。而且你不是从大二就开始喜欢他了吗？而且去年他公开跟校草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还难过了3个月。Jimmy 竟然喜欢我这么久了，他藏得也太好了吧？哎，今天怎么跟你讲话一直在发呆啊？哦，没有啦，我想说，时间过好快哦，一下有2年了嘞。好啦，我不跟你们聊了，我要先去拿笔记本，先走哦。拜拜。原来 Jimmy 喜欢我那么久，那这段时间他看我跟 Zack 在一起一定很难过。我以前还在他前面放闪，哇，他一定超伤心的。算了，你要想，先找我的笔记本好了。我记得我是放在这里。哎，怎么没有？ Jimmy 是不是动我东西啊？记得我放这里啊。这是什么？七夜怪谈？我不记得我这本书啊。倒带，时间倒流，哪有这种事啊？夸张哎！灵魂交换，这不就是我跟志明？11:11，许愿有奇迹，这就是我跟 Jimmy 发生的情况啊！为什么 Jimmy 要藏这本书？他在干嘛？他存什么心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骗什么？哎，你看，今天这穿超可爱的。别再装了。早就知道解决的方法，为什么不讲？你冷静哦，你听我说，我是有苦衷的。苦衷？每个拜人嘛都说自己有苦衷，你分明就是有私心。哦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如果想要破坏你的感
何必等这么久呢？好啦，你不相信我就算了，你明天三点去 Zack 家，他会跟一个叫 Amber 的女生见面。你还在找借口？我不想跟你讲，你是编故事的人。你可以不要在那边。